谈下面三个问题，我要先谢谢院长哈。你知道我今天早上跟黄伟哲市长哈在聊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未来你哪年龄啦？哈，想要做的代志是啥？”他说：“他在各种场域、各种的民调都发现，台南市民呢最关心的三件事情：交通、交通、交通。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台南的几个，不管是都市人口密集区、重要核心的发展区，以及重要交通节点，哈，应该都在苏院长任内。”应该是可以让台南的交通有一个新的风貌，改头换面。我先感谢，因为院长对南部加建设的重视哈。事实上，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地方的，就算是市民，我都充满感谢。那我现在提醒几件事情，我希望能够在最快的速度完成。第一个哈，这个是在台南市的核心发展区的南边哈，绿总统的5+2产业园区，院长你去不知嘴盖啊啦。就是86号沿线里面有绿能产业、AI、IOT 产业。那现在有一个重要的工程，一个哈是台86跨过我们关庙的台19甲，连到福尔摩沙高速公路，这是一个工程，大概70多亿。另外一个是从台一样同一个86号，经过福尔摩沙高速公路，一直推到内门，连接到邱毅营立委的选区，有两个这个主要工程。那现在。细节的部分呢，部长你可以问公路总局，你们大概是让第一段跨越台19甲，跟推到内门这一块的前段、后段、东段、西段哈先做，然后中间我们龙旗182把它提升到所谓省道规格的哈，那个放第二阶段哈。那我现在是希望这个工程大致方向，院长也支持。我这边包括问了好几次哈，你电话我马可以沟通，委员会保证马加积极。我现在提醒就是说，能不能尽快哈？尽快有几个方法，因为现在目前的阶段哈，因为要把这个86号跨越台19甲关庙这一段，要赶快在综合规划这一块追上前面推展到内门的东段、西段这边，希望在明年的2月份呢，两岸并送。综合规划的期末报告，好，保证安点嘛，这个是我问你们的资料了哈。那原来是两岸嘛，你们现在是变成一岸环评还是两岸环评？我跟委员报告，现在两岸哈，它都在86到内门，这个是终归已经跑到这边。对，跨19甲，这个上次我跟委员对，这跨19甲是后面要追上来的。对，它因为可行性也通过了，所以它现在就并入整个并在一起。所以它是一个环评而已，就一个计划变成一个中规，变一个计划。因为这两段人口的密集度不一样，前段关庙这边是人口非常密集，嘿，平庸溪上下班甲拜五拜六礼拜拢塞到高速公路顶头哦，回堵到二高那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上面。所以我本来想说，环评在一块的时候，有时候后段会经过那个月世界哈敏感地形，你把它变成一个环评，有时候是前段没有问题，后段还没有要做的，八条哎。的搬来，哦，一定你才有意思不？伊本来是两个案啊，一个78亿，一个110亿。那你现在好意要让它快，所以你把86号跨过台19甲的，把它去追上推到内门的这一段，然后呢用一个环评，本席没有特别意见，但我现在担心的是，因为从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推到内门这一块呢，它会经过敏感地形，月世界也是之前欧新这个垃圾掩埋场那一块。所以那一边的环评如果意见特别多，原来前面这一段解决台19甲归人从高铁那边一直塞到关庙，关庙又一直回堵到二高，每次过年过节交通的时阵，你电动东也来一下垮的，直接垮一站了，所以绑在一个环评哈，会不会有这个风险？你掉这个哦，这个刚才委员特别肯定，谢谢我，我实在不敢当这样子。那这个四横三纵。如果通通好，那彻底解决台南这个交通。另外，这个你提的86线跨19甲，以及一直要接到内门，这个我也希望，而且还要立体化。对，这个要100多亿哦。那加100多亿，也都同意了。那就请交通部，如委员刚才所说，有人口密集区，也有比较外，这个比较人口没有那么挤压，密集那。很快让它完成，我们现在速度快了哈。我今天本来还问那个蓝线也在我的选区了哈，捷运的，还有铁路高架化南部南边延伸到保安中州的哈，希望交通部我们一起来研究怎么样让它进度更快。我再次感谢你，这个台南的交通可能在你手上会有历史性的改变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